10万火急赶到嘉义民雄福乐国校，因为毕业典礼进行到一半，传出突发状况。我们从旁边这边上，还有一位啊，头部有点肿胀。询问伤者伤势，紧急将他们送医救治。只见两名家长疼痛难耐，原来稍早前。观礼到一半，祸从天降，天花板突然掉落，砸向他们头部，首当其冲。那个毕业生致辞的部分，然后后方就听见很大的一声东西掉落的声音，头部有些许外伤，意识清楚。幸好人意识清楚，不幸中大幸。意外发生之后，校方紧急拉起封锁线，禁止人员进入。不过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主体建筑已经20多年了，就跟创校的时候就已经建制。3-4年前，他们就先进去做一些隔板，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板子可能因为它的含水量太重了。啊，以至于这部分的一个板子就掉落。装修的方式，那造成这个负载过重，然后有这个崩塌的情形，所以请学校一律再先行检修一下。建筑物老旧，虽然过去有试图装修改善，但一次不敌近日大雨，装修板含水量过重，才会发生这起惊人的突发意外，让参与毕业典礼的大小朋友们饱受惊吓。华视新闻陈建邦加以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